不要人太大，我其实不喜欢大过头，大到点假的、哦，大到超过头的你就不行。这里就十几万，我吓到了，难道我还在租房子？为什么要抽一分上？梦想就在此，对，就在这里，而不是在地上。No， 快，对，是哪里？我看一下，他没电铃哎，你看摩托车也太多了，这就是他的摩托车哎，哎。哦、好久不见了，你为什么要打人家？哎呀，太屌了吧！哇，我靠，你这个厉害啊，这招啊，比我妈还厉害。耶，大家好，乔老师，我是老板娘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又来到了民宅，然后要来进行你们最爱的这个系列，盘点到你家，哦、老板娘出现不得了，大家快吓死！我们今天就是来到位于台北市这里、哦、最近跟这个公仔界算是为这种热爱公仔的人发声，公仔小超人，本来是只有我自己要来探望他，因为他前一阵子就是身体微恙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要让我觉得他很收敛之类的。老板娘，我们里面走，里面看就知道。走，我们先请。你继续看到，你就会傻眼的啦！哇，这太夸张了吧！这超人出场了，对，又是这样，超人就是下半身，对，下半身消失穿法。好，没错，我们欢迎资深。嗨嗨， yeah, 好久不见，乔老师、欸，超久了。我上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还没有老婆。认真？对啊。就我还没带我老婆出来啦，对，她还没。哦，好像是这样的。我想说，不是吧？哇。哇，讲到好像我们同梯当兵一样。今天我们来这里啊，因为我就知道你最近为公仔迷发声。我只是很爱公仔，对，然后又刚好在我眼前发生，可以感觉得到。本来只是参观，跟老板娘说，既然都来了，那不如我们就直接盘起来。你是那个什么新单元，对不对？盘点到你家，对对对，我看我看。然后我们盘一盘，就会知道说，哎，原来你是这么的富有。你很多都是这个。厂商给或朋友给的有啦有啦，之前有听说蛮多的厂商，因为之前孙生蛮省的，可是他真的是很爱公仔，不过还是要有一个数字啦。会啊会啊，我觉得还是有个数字，但我不一定每次都知道，我只能记个大概、啊。好啊，那我们就先从门口开始好不好？可以可以。好耶， yeah, 我们来到第一区，所以就是入口进来，这也算是你最早喜欢的这个系列。对啊，这个从舅舅家一路带过来啊，这边都是算是。精品对不对？就是 Bambresto 的精品，或一番赏啊，都会一番赏、嗯。对，龙珠区中间的神龙最有价啊，中间神龙最有价。神龙也是一番一番赏，最后赏啊。哦，是啊，神龙抓六七千日啊。哦，有那么贵？有啊。好，抓六千就好、啊欸。你不知道我们这个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影片传统就是要稍微的降低。对对对对。那等会全部这样子两千好了。二 D 系要怎么算？二 D 贵哦，二 D 在那个时候很夯的时候，两千多。对，两千多。对，我记得两千多。那我们抓一抓这一区，抓个两万五。你觉得两万五差不多吗？起来，应该可以，就是以当时的行情。然后旁边就有一个那个，哦，达尔。对对对，这个才一万多啊！可是我看到西门很多那种 GK 乱卖的，卖三四万。真的假的？对。所以我们都算在一万。这才一万多而已。达尔雕像。对，它算是胸像而已吧，半身胸像、啊。我记得它有全身，对不对？全身在蔡阿嘎家里啊。电哥也有啊，啊，电影有啊。魔人达尔啊。然后再来转来门的另外一边，这边就比较多，就是这种雕像类的。GK 啊。对对对对。春丽啊，超赞的。对啊，这个跟我老婆一进来就问说，那腿会不会太细了？啊，通常很粗壮啊，田径队啊。对，如果你练过，你应该知道，应该腿应该会很粗。虽然是做美型的啊。某完美化啊，对，这个是真的蛮漂亮，就是有点那种中国风的感觉，很棒。那这一个多少钱？我买的时候是两万二，一窝座啊是六七千，这个也是六千，六千，这、就是以六这个数字。这两万多怎么算？算两万好了。哦，大哥，哇，这很帅，这近看了，你看啊，酷、哦。它还有招是不是？只有酷棒。哇、哦，是不是很感动？真的，火还会有这种。闪烁的感觉，因为我按了，多少？我调整亮度了。GK 的成本它下降到多少啊？你说成本、啊？以你专业的看、啊，当然它卖一定是它可以赚钱的，可是我觉得它利润就不高了。如果两三万块，它可能利润没有几千块吧。就是要做量嘛，你要做好几只嘛，这一只开发出来成本很十几二十万跑不掉，你光 3D 要画出来、oh. 然后你要 3D 列印，你要修模，你要把它翻成透明的，哇，而且又那么大的模具，其实。所以透明件是很难翻，透明件如果它翻出来里面有气泡的话，
他就 GG 了。要需要很大的那叫什么脱炮机啊，所以我每次看到这种 GK 雕像，我都会觉得哇，叹为观止。然后再来下一件，这是什么？日番谷东狮昂啊！哦，这个夏天看到你不觉得很冰吗？对，很凉爽。凉爽。死神呢、啊？你看过死神吗，乔？我真的没看过。反开！没有。反开！大グレイトリマラ！哎，两万多，算两万，我也不知道两万多。两万，好，再跪着下一层。哦，这就比较嗨一点。这是名人吗？名人啊！哎、欸，这个多少、啊？五六千吧。五六千，那就算五千。嗯、那旁边的这个，我、哦、有。这别人送我，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格挡太大，我其实不喜欢大过头，大到有点假了、哦，大到超过头了，你是不行。对，我喜欢大，但不要像整个像立三头犬一样。那这个我们就抓他一万，你抓他干嘛？一万，这个、哦，就是历任的鹰柱，大概现在也才六七千吧，算六千好了。哦，那是我工作厂商给我的，哦，怎么算我也不知道，算一万，好，一万，这是鹰柱嘛，对不对？鹰柱啊，我还记得他在动画里。就是手都没了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哇，很感动，他为了救大家。对，鹰柱，那、啊、你知道哪个动漫人物最容易被警察抓吗？抓住哦？不是，是鹰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总是应注意未注意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一群。这很赞吧？对，这很赞。这是一个什么刀女啊？也是 GK 的啊。哦、嗯。可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工作室，我觉得蛮有气质的。对，真的。哎，他是难得有这种回眸一笑的，觉、嗯、得哇，特别的性感跟气质。那这一个多少？两万多吧，算两万吧。哇，这个要两万多，而且它上面还有一些这种用那种金属的吊饰。对啊，对啊。然后加上它这个底台也很有气势。对，也很有用心，底台很用心。對對對對，再来这一个，吹雪啊！哦，这是它的身体哦，替换身体。这个身体之后我可以看的啦，你们不能看。没错。这可以，这个吹雪多少钱？我记得我尾款付了六千三，那算一万多吗？那可能一万掉。好，那就一万。刚刚我还特别摸他这一个布料，走中奖的那个，不就像很多人穿那种亮片布灵布灵，做起来垂坠的感觉是真的有，而且还有重量感，好像真的布，然后垂下来，对，然后垂在这上面，这样，老板娘，这一万是可以买的，你看一看就可以了，直接买 OK 啊。要不小心，就盲盒啊，盲盒一个大概都是300块啊，这一些算是盒碗，对，盲盒，盲盒，那这里这样两坨我们抓5000块就好。好，这个就是最猛的了 ，P one 整个家最有价的了，真的 P one 的密卡灯，密卡灯来了，对，他那个时候最落魄的时候，对，然后一个卡车变形，把自己低调低调过生活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，而且我也是，他也运用了就是除了P one 著名的这种旧画，然后整个让旧画完成以外，他就用了布料，超大，你看，对啊，真的很帅、欸。你真的很爱变金刚，对不对？我老变粉啦、啊！我第一次跟志哥认识，我知道啊，就是变金刚啊！你爱到他的你的背是不是啊？还是我的背？对啊，对，内裤还穿反的、欸，哎、欸，靠，内裤穿反了、啊，欸、靠你啊！粉来了，而且他做了，他特别画了一个这个狂派跟博派融合，对，叫狂博，狂，对，这个应该价格不便宜哦。超感动，朋友送我生日礼物7万，嚯！我要举报。38顶啊39顶，那我安全帽也把它算在收藏，因为我觉得还蛮多人会喜欢安全帽。我说现在国产嘛 ，KYT 你看、嗯、很用心哎、欸，也很不错啊，跟漫威联名，我超爱的。黑豹哦，这个也是 KYT 的。KYT 啊，哇，你安全帽是用免洗的方式，几乎都日抛安全帽。日抛安全帽，一共38顶安全帽里面有35顶，我们就抓3000块一顶。然后剩下3顶是秀仪这种比较高单的，一顶就抓15000就好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安全帽前面这边隐藏了一个这个，哎，这个最帅，这是你的最爱吧？骨肉里，对，他把悟空抓起来，对，我现在稍微这样挡住，你可能感受不到，对，可以浮空的，对啊，布罗利以外，我觉得这一组他的这个涂装上色阴影打得很重，然后就很有那种动漫的感觉，很帅吧？对对对，然后他光影感很强，就好像他在。动画里不是发招嘛，然后就会有一些光束，然后就有那种逆光的效果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蛮帅。卡洛托，再来就来到了厨房前面这边，厨房也有 GK 诡异吧？对对，那这一区有什么？有一拳超人，一拳超人，嗯，这是铁牛给我的、啊、哦，嗯、这蛮授权的哦，我记得也要蛮贵的。铁牛为什么给我、啊？谢谢铁牛。抓20000，我们就抓地标。这个超帅啊、哦、，Hex 我爱罗，他这个前进很帅、欸，可以握手。对啊，这个已经大到。我把嘴巴再放进去。
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36000，这有授权吗？有啊，授权啊。哦，走住。朋友给的。哦。多少？他应该买了20000吧。哦，这个是女帝赞。女帝，然后这种赛车女郎风。赛车女郎风。性感。好，10000。10000啊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就是我觉得他也是看起来蛮骗感的。嗯。6000-7000哦，好，抓6000。你不要以为只有上面哦，下面有一层。哦，魔兽世界，希瓦纳斯。哎，这个是 A 赏吗？忘记，好久以前，好久以前。我记得，那这个就算一个赏的钱，就是对300。一抽300。对，一抽入。这个我记得也不贵。对啊，10000吧。对对对，好。这个是那个拍的业配啊。哦。他们寄来五条悟。哦，五条悟。不错啊，这可动很赞哦。嗯。差不多5000。再来。水柱啊。这个差不多可能10000吧。然后。悟空。这个好像6000-7000吗？银柱 TNT 的银柱、喔，天哪，算10000吧。好，算10000。那个女生2B 哦、喔，应该5000-6000吧。哇，那这里我们快速的让大家介绍一下：力量工作室、柱间、进阶巨人、欸。工作室我忘了，米卡莎。嗯、UTS 宇智波斑。哎、欸，你都记得哎、欸？记得 UTS 飞段，力量工作室又对上药师都。哎、欸，他真的是真爱。这个算20000吧。这个20000。20000。10000多算10000，20000，20000，哇，这里就70000，这里就100000+，我靠，100000+只是保守，我吓到了，难道我还在租房子？我操！可是你要想，如果你没有这样买，没有这些疗愈你的话，你也没办法支撑到现在，或者是我的动力，对，我的疗愈重要，心灵鸡汤。对，进入这个转角之前，地上已经有一个这个是九尾哦。Hex 这一组真的是，哎、欸，这个很重吧？超重，根本搬不动啊！对啊，里面的九尾的天花板，不是它的细节，这是有授权的吗？有啊，哇、哦，他卖3000还是4000啊？我也忘了，4000，算4000，为什么算4000？为什么算低吗？好、哦，那算3000，你特别定做了这展柜是不是？对，你那怎么算？我们就一个柜子抓30000块，3000好像太少，可以啊，怎么可能？绝对不可能，我们就30000嘛。然后这个柜子，这个还有一个雕像，这个很棒哦，佐助哦，对，蓝风的佐助哦，你有 TNT 的善意啊，那这一柜就50000块，嗯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装啊，然后这一柜嘞，哦，这个赞哦，就 Yumi 工作室都出现这种火影忍者，把它做的很性感化的 GK， 对，小南啊，小樱，嗯，恶灵古堡的大妈，哇，这个也都 GK， 一个都10000的话，那这一柜我们装一装就100000。对啊，好像是要售屋出的，对，售屋出的，拿出来借我看，哎，这超赞，你看，哎，像是我们俩眼光一样，哎，对啊，我刚刚看到这次也是，马上我就拿那个盒子默默去结账，对啊，这次他的表情，你看，这是我喜欢呢，若隐若现，对，要出来不出来，要出来不出来，这里面还有一只，这是，哦，杰诺斯啊，那边算是你的什么财位吗？财位啊，那它刚好是一个聚宝盆的形状，哦，我就把它放，放钱在里面，各国的钱币，哦。这多少啊？你就抓10000，10000吧，算10000，10000。还有刀哎、欸。对啊，可是那刀是假的啦，万代出的。万代啊，岩柱跟善意的、啊。对，我知道。这两把刀分别1把4000块，2把6000。对啊，魔物猎人系列啊，灭尽龙啊，这里都很赞的、欸。那三只魔物猎人三只，12000，其他这些雕像。那 GK 啊 ，GK GK GK， 嗯，剩8000好了，好，8540 GK 40000，是一个精品啊，跟一般那种。哦，好，那这边就1000块，我就看就看。魔炼金狮子，这就是你百万以后会有的状态。对，一听到声音就倦怠。哦，哎，僵尸，就还不错，就正面的感觉是有。你说它这个设定，它是一只猩猩，它猩猩，它生气会变金色，哦，然后可能很凶吧，哦，所以大家叫它金狮子，帅，帅，帅。那这只金狮多少？一样啊，3000。好，那就不用抓3000。那这一区算是都展示出来，圆满结束。哇，5条被杀了，2.5条悟，哇，被你杀了。哎，这里还有一个大的。被埋没在中间，这个哦，这很赞哦，这超感动了，欸，真的哎，志来也当初死掉那一幕哦，他传情报回去，在那青蛙背后写那个密语，对，暗号，对，这个应该大概40000吗？当初是自己自爆，他这里还有一区都还没开的，哦，对 ，Hot Toys 也送过来了，蜘蛛人系列一个就8000吧，8000，那这样就16000，对哩咯，哎，这样算便宜哎，换算台币的话4000哎。球叶原超适合挖宝的，欸。之前这一支原价要6000-7000吧，我记得那个时候预购价。还有最后赏神龙哦，赞，
这很贵吗？现在应该多少啊？六七千啊，五六千啊。为什么要抽一分厂？梦想就在此。对，在这里。而、不是在地上。No， 太坏了。漫威出来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厉害耶！他可以说算是把公仔当做他的装潢。对，把它当壁纸。没错。直接整面墙都漫威。其实我花最多的是野兽国啊。你看钢铁人要收集资了，当然我们不能跟那种。他透影全收了的哦，那不能比，那不能比，太多那种，哇，我知道，他那个全都有全收，钢铁人系列应该10000起跳哦，你这怎么会把这个价格在这里？他骗我是不是？哎呀，你有收那一只哦，那只很帅啊，那只很帅，因为他是那个很像猛毒的奥特曼吗？超猛毒的贝利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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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只我有开啊，那个车子本来要挡住我那个黄标，这一柜我刚刚算完。钢铁人第一柜100000，他都含上面了。上面的是 Play Arts 是不是？对 ，Play Arts Guy。比如说他很爱做蝙蝠侠，嗯，然后做出很多像有牛仔风格，对，还有什么日本武士风格，对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系列也蛮有意思，它是可动，一只我们抓2000就好，有四只8000，中间的比例就比较大了、欸，对啊，2:1，这就15000起跳、欸，哎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我记得是20000啊，这是20000-18000，我也忘了，这个10000，然后这个。上次好像也是10000多，对，10000多哎，算10000就好了。然后还有一个美国队长，也8000，这是蝙蝠侠里面的，他叫丧钟啊，不就像14吗？其实像 DC 里面的14。对啊，配件很多。对，手榴弹、战术手枪什么对的，不应该就8000吧？8000，好，两个8000。漫威蜘蛛人好多灰尘哦，不是发霉哎，就发霉了。对啊，可能是灰尘呐，灰尘或发霉我不知道，但亲哥都知道。哦，这只真的很赞哎，这超赞的，就比较不一样的蝙蝠侠的味道。那皮肤破掉了，你看吗？对啊，就是这种破旧的感觉。一样8000，8000，那这是蜘蛛人。一样吧，8000，8000。中间那个是没算，这个就算10000了。10000，对啊，一个算10000啊。那密卡登是不是？对，是因为密卡登跟奥特曼。哎呦，6000吗？对，5000，10000。女猛毒哦，女猛毒哎，漫威蜘蛛人哦，这不是他特意做的，女猛毒、很酷吧？对，他也是那种皮衣的，跟那个是游戏版的，游戏版蜘蛛人，漫威蜘蛛人超好玩，只是就8000，对啊，哎、我看到你有做钢弹哎，我天，那你做的吗？不是啊，哪来？我记得之前你有跟我买就这一盒嘛，我请一个高雄的朋友，然后他帮我做的，超赞、我觉得就很认真的，就扎扎实实的，就是天哪，所以。这样原主就已经这么好看了，对，就喜欢这样的玩家，因为这样他可以做很多只嘛。哦，对，因为你每个人来喷，对，花的时间会很多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是6000块，对，唯一的钢弹，而且6000还不含主的钱。哦，还有哦，噔噔噔，哦，10000，这是战争机器啊，战争机器，对，一万，还没开，全新的猛毒哎，猛毒超帅的这个，这是胶版的对不对？对，那是它外面是皮胶的，这是超帅的哦，这多少算10000啊？这是10000，你下一个。空间真的要买的，对啊，不然这搬家会死掉哎、欸，真的超级难搬，因为你摆姿势嘛，对，那、你要手要换回来，换拳头手啊，全部都要站直，东西要回合，或者是这些 GK 是一人捧一尊，捧神明一样。我刚舅家搬过来这样，我请一堆人帮我捧个 GK 我记得那时候有拍影片嘛，就一堆人轮流走路，然后进来。战机器那个、最后那个版本最壮那个，这知道12000，这个索尔8000。僵尸钢铁人，这是幻影，对，算是一个幻影的钢铁无人机投射出来的幻影的钢铁人。我很喜欢黑豹，金黑豹、黑豹爸爸跟黑豹本人，对对 对, 對，三个人。还有梁朝伟，梁朝伟，梁朝伟他是什么？十环帮，血债必须血偿。那这一柜我觉得死了，我就算死了。你看我来这样看，我真的还有很多没有办法启动，被压抑住。你看每一次我都被板娘压抑了吗？我为了快乐，为了兴趣，为了热爱，真的，快再多讲一些。为了公仔，我相信你，因为你自己的兴趣，你追求，你才有每天生活的动力，不然生活其实很无聊。真的，大家把这一段截下来，这段就是买玩具的无限请款单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大只的 premium 版本，对，就是 premium 大黄蜂。但是我还没有，你看我多收敛。这边几乎都是可变的变形金刚，对不对？对，老变粉啊。对，可变变形金刚也是收很多哦。你看下面、这边还有一台车子。那我们这一区就抓50000啊，变形金刚50000好不好？WCF 这一些单价不高啊，可是有些是绝版品。那我们这里就也抓个，我抓5000就好了。哇，那是 WCF 啊。这不是开玩笑，超多，真骨雕，真骨雕，
这根本就我店里的仓库啊。对啊，超很仓库的。超很仓库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一个住家搞像仓库啊？对啊，这一堆我们都抓30000块就好了。再来就算是比较最后一区了，虽然说现在价格可能没有那么好，可是、欸、收盒子这样摆起来也是很疗愈的。有些拆了，有些没拆，有些在柜子里，有些在里面。啊、可是整面这样墙摆出来，看起来感觉是很好。我们就算前面这边，这个25000授权的开天地打卤，哦，一区最爆炸。嗯、对，你看这边我吃它的护额，嗯，你看它多爱，因为我很喜欢。嗯，艺术就是爆炸。他跟仪式跟好多人打击，嗯，都可以自己这样。哎，那飞段呐、啊，几兆哎，8000啊。哦，然后哎、欸，这个我有收哎、欸，这是岩柱跟啊一窝座啊，对，10000吧，对，10000多，10000，就是炼柱跟蝴蝶忍这个灯短的里面，这个价位也偏高啊，它都是6000到8000的，我记得。对，这个又有20000哦，两万 TNT 岩柱应该算10000吧？哦，这个赞，这个它现在也是价很高。哦，合体的贝吉特，算20000吧。这个10000，起点的斑吧，是新的，这是超帅的赤沙蝎，12000吧。这个很感动哦，这个达尔跟下面的悟空，可以说是我 key 给出啊，我的起家 GK。哦，是啊。啊，酷炫送我那个时候，我靠，原来这东西叫 GK 哦，8000吧。好，两个8000，16000，8000800010000。哇 ，zero 科博文，10000吧。这我最近。去主持圆山花博的活动、哦、然后我是主持七龙珠的那个哦，当天在竞标啊，那、哦、我主持哦，结果忍不住在跟下面观众竞标，他们在喊，什么9800、9700，什么10000的，我突然喊10000，然后主持人就标准，10000 OK 好，差不多，我们这样绕了一圈，应该就没了吧？应该差不多这些了吧？我们今天来麻烦孙生一个下午，待会老板娘会开始结算。你是不是比较少收 GK？又没地方放，对不对？对，送你一个。为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全新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好有两只。这小南，你刚看到那个啊？那我有带，我有带礼物要送你。哇，湖中骑士。你看，拿来跟你分享。我超喜欢这个哎，这系列我有收那个红天丸。哦，梵天丸。梵天丸，蓝色那个，益达正宗。哦，第二只蓝色。第二只。我本来还要准备一只这个。多感动！我想说你很多那种色色公仔。对。哦，比较害羞，比较自然的感觉。对对对。自然把屁股弄下，有啊，他自然就是我自然啊，下半身。那我再给你一个，你可以送观众啊。真假的？真假的？对啊，我想真假的，还可以再给你凹一个哦。Isang 有价的哦，好不好？现在大概3000-4000，对，最新的。最新的，对。在你这玩具频道怎么能落亏呢？对，那我们要留言留什么？留说公仔超人好棒棒，你怎么这么大方？以及乔老师。你是虚胖吗？就要留这一些，我们会收关键字。不过，在这个节目的尾声，我们都已经来这里盘点了。哦、那我们当然需要哦，对，你要公布答案，对，公布这个盘点金额。今天的总金额是170350元。我靠！哎、欸，这里很小哎、欸，真的啊，可是密度很高。像刚刚有一区安全帽，其实让它金额也冲高不少。哎、欸，还有，我们还没去算它的重机，重机也要算，就收藏。总之很感谢孙生今天、欸、这么大方带我们逛你的这个空间，然后又提供了这个礼物跟粉丝们互动，赞哦，也顺便让我们知道公仔超人平常私生活的样子，就是只穿上衣，对，然后不穿裤。OK， 很多吧，很多拉拉队都这样穿。OK， 那记得持续关注孙生啊、哦，对，孙生关注起来。OK， 那小秘密林赞，那乔老师的盘点到你家，下次还想看去谁那边，也留言让我知道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虚胖，当好啊。练拳击会瘦超快哦。真的哦。瘦超快哦，我要一周多6-8变64。可是你是肌肉量有提升，然后那个體没有练拳击，肌肉量会掉。我说，嗯，为什么是重训才会有肌肉？哦，因为那是有氧哦，因为你要快速，要移动要快，對對對，身体自己就会肌肉不会到很大块的。对，你看拳击手的身材都不会太像那种健美先生那样。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跟馆长，你的胜算也是有？没有，完全没有，我可以撑3秒，就是上去这样。我从大我用那个最近有流行的滑步跑路，哎哎哎哎哎，小心！对。